昨天看见一位抖音粉丝的评论，很直接，说我没有颜值，没有才艺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至于我的手艺就更差了，毫无亮点。没错，因为我长得真的不好看，也没有才艺，有的只是一双勤劳的双手。正因为我没有颜值和才艺，我没打算靠那些活着，我只想用双手踏实苦干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。也没想过所有人都能喜欢我的手艺，我只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份精神。当你进入社会以后，你会发现你拼不了什么，你只能拼自己。在拼搏的路上，有人会嘲笑你，怀疑你，但是他们挡不住你前进的脚步。我想问一句，抖音还有没有支持手艺人的？如果有，这个视频请帮我点个赞，评论个支持。如果没有，请评论一个不支持，我来数一数，看一看。